找你们，我爱吃巧芝味水饺。哎，怎么有蛋糕啊？哎，你这样算吗？好吃啊，可以吃。我们现在要吃饭，你们去日本哦？我不知道去谁了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头发被风吹成这样。我们现在在 Heaven， 等一下有什么直播吗？啊，今天玉明哥要陪我们吃饭，但玉明哥不是管这个范围的哦。哦，这个风把我的头发吹得有。拿走，不然我会想。我们吃的今天吃的是我最想要吃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巧味水饺，是巧味吗？巧芝味。巧芝味有我导游啊，导游 ，Do you？ Do you？ 有辣吗？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午餐时间。哎，先你看我这样一挤，如果喷到你脸上。你会傻眼，挤不出来啊！挤不出来哎！我们要示范，我还是不要。有碗类的吗？想有一个东西可以盛我的酱，我去跟他们要好了。怎么了吗？拿下，这是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拿张小纸纸的可以。哦，我帮你们用那个。没有，我要水，我要水。你用卫生纸啊，这比较。没关系，我用这个。那你们，我可以跟你们有小碗吗？啊，有啊。哎，有人问我说在公司吗？我不在公司，我在 TJ Fan， 在别人，我在别人的公司吃饭。请问你们有小碗吗？哎，你们两个才吃五个。早上喝汤喝下，他感冒。那你喝热汤？有啊。笑话吗？同学从前有个人叫小蔡，结果他就被端走了。你没有人下来没关系，我也没有想要帮你下。我可以等一下喝你们一口酸辣汤吗？可以。你随时有喝一口吗？对，我想，因为我没有很爱酸辣汤，不知道哎。我们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生活哈。阿信今天感冒，他从北京得了一种北京的什么病毒。那么讲的很可怕。不是可怕，但是医生有算命，医生好像会算命，就是说，他去，医生怎么知道他去过北京？午饭没错，我们在等福福哥来。哎，没有帮福福哥买，他吃饭了吗？我刚问他，他没回应。他是不是在谈恋爱？没有。他那天跟谁去炸？跟谁去炸蜘蛛啊？跟他好朋友啊。他说他下面跳得很开心的。对啊，那天没下雨吗？前面有，后面就没有了。我去年去，穿雨衣在跳舞。超怪的，很不舒服。应该不舒服吧？对啊。这，你会觉得这直播很无聊吗？
想想的辣。显示不敢用我的辣椒。我知道你那个吐了那么多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有点舍不得吃干贝。哎，芝芝，嗨，芝芝。记录在我的 IG 上，好可怕！你们怎么都不吃皮蛋豆腐？麻烦啊！对，麻烦。拜拜。为什么麻烦？就扒一下而已啊！哇塞啊！这家水饺非常的好吃，叫做小滋味。福哥没吃，好可怜。他刚刚被公司包洗地。包谁的？敖犬。敖。哎，敖犬八片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我今天晚上会跟敖犬有直播。哎，对对对。今天跟敖犬会有直播，跟明哥要跟小情人讲话。我看我直播，觉得吃东西会很无聊吗？他们都不吃皮蛋豆腐，嫌麻烦。哎，今天晚上在哪边直播？十七啊。一期放音乐，晚上十点有直播，会跟敖犬一起。这六颗水饺有点舍不得吃，就没有。哎，你们去听歌了吗？有一个一直在跟我讲韩文，但我看不懂。嗯，소다，방소시요，
要洗手用，从那把洗手用。我在说我自己好吃，是吗？所以不能这样讲。求嫩提诱我用，自己说自己可爱，真是很不要脸。我刚刚说要去买吃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